策展人之一，黎明。我跟世界联盟主席的一个策展人邓进，我们跟顾老师和孙思翰老师各方面的沟通，所以呢才达成这次这么成功的一个画展。我记得我差不多一年的时候，一年前呢、第一次见顾月华老师的时候，在
对对，很不是很细的样子，真的不柔。后来我们就穿到那个协会，那个协会之后就出了很久以后，那个协会就拉了他做会长，我做副会长，就是那纽约华对华东会协会。后来过了好多年，我们两个就一块辞职。后来就再到我再有美美的会长，